食货啊，老板，呢间煎酒 Mandarin Gin 同其他烈酒好似三苏酒咁，都好受水手欢迎噶。当年唔少越洋而嚟嘅水手，都系藉住佢醉倒喺故乡嘅梦境之中。喺欧洲搭船嚟广州，一搭就要好几个月。游得落船，班水手梗系要去轻松下啦。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，其中一处就是新英国商馆旁边的 Hot Link， 中文叫做新豆兰街。英文 Hot 的意思就是猪的意思，外国人叫新豆兰街做猪行，我都不清楚这里跟猪有没有关系的，但是就知经常有水手聚集，是海员购买日常用品和娱乐消遣的地方。有些洋人画家来到，更加会将这里的街景描绘下来，画成一幅幅画。不过老板，你行过那头要多加小心啊，因为间中的水手会酒后闹事大打出手。很多店主见到醉酒的水手准备打交，都会怕怕即刻闩门的。我想老板你行了这么久都肚饿的了，西餐是你家乡嘢，那我就不多介绍了。难得来到广州，不妨试下正宗的地道食物。新豆兰街最出名的就是炒猪肉送白饭啊。口渴的话，可以试下去饮本地的凉茶噶，苦中有甜。我哋的凉茶铺同摊档通常都不设座位，企喺条街饮，好有风味噶。